念的书啊。我一个铺盖，我都记得很清楚，三经中。我母亲给我准备的一床被子，那个被子三斤重。用个灰色的毯子，毯子是垫在底下的。那时候自己还带个蚊帐。非常简单。哪有现在这么麻烦呢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所有需要参考资料有图书室，图书室里面所有资料供给大众使用，无需要自备，样样东西都自备，你说这个累不累人呢？增加身心的负担，妨碍心地的清净平等觉。我们追求的是清净平等觉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上呢，我们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障碍，这个错了啊！我今天早晨还祝福悟仁法师。我在五楼，有不少居士的送一些东西给我吃，送的供养的，一个冰箱放不下，放两个冰箱，放得满满的。我跟他讲，这罪过啊！我们吃不了的，赶紧拿到三楼来供种，不要去放在冰箱。自己也不能吃，大家也不能吃，放在冰箱就烂掉，这不叫造罪业吗？我住在五楼，我们五楼上只有三个人在这住，用两个冰箱，太过分了啊！而且打在冰箱里的东西塞得满满的。人家来一看，这哪里是修行人呐？这他造罪业，果报都在地狱。公众是福报，我们需要吃的东西到三楼来拿嘛。他也落得轻松，也落得自在嘛。